哦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！哦，好快哦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不远，一分钟啊！我有拍到，可是只是这样，过热啊！正在过热状况下努力在录。这圈真的太帅了，我其实就对啊，用眼睛看超帅的。而且这里的那个位置好中间哦，就是每个地方它可能会经过比较偏的，可是我们在这里不是在，对，就是我们是在全时代这边。我眼睛看有一串，远远追求。而且你看那个太阳，刚刚到现在已经移动那么多了，超快的。为什么进去觉得等很久？因为他们两个就是只差一点点，所以经过的时候很快。可是你要从完全没有吃到全部是就很久。Yeah.